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一同向北韓發出警告，話、這、呢個陷入孤立嘅國家上個星期失敗嘅火箭發射之後，佢哋唔會容忍北韓進一步嘅挑釁行為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·克林頓星期一晚間喺巴西利亞話，包括中國在內嘅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已經同意，如果北韓再做出挑釁之舉，佢將會承擔進一步嘅後果。最近嘅衛星圖片顯示 北韓好可能正喺度準備一次地下核試驗，中國各型媒體都顯示出對平壤嘅不滿嘅。佢哋提到啊，中國採取咗明確嘅態度，譴責北韓呢個長期盟友，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批評北韓發射火箭聲明。第屬於中共嘅《環球時報》喺星期二刊文話，平壤唔應該誤判形勢，以為佢可以無視北京嘅意願而唔受到懲罰。 《環球時報》話：，如果不韩以「綁架之計謀，對待中國嘅北韓政策，一定會對此付出代價。